祷告，这家久负盛名的高级餐厅由主理人一手经营，作为这座城市的美食标杆，他们是美食的定义者。当然现在可能是大不如前了。今年早春，一家名为青咬的小店开张了。这么一家小店却开始吸引越来越多的城市中的年轻人。祷告餐厅不愿坐以待毙，主理人向青咬发下战书。向虔诚的教徒听从上帝的旨意，我听从食材，竭力地还原它的本质。对我来说，食物是免于饥饿的自由，是大自然馈赠的吻，也是跟随太阳而来的梦。请千万不要走开。